我知啦，啊，是不是你起来啦？是不是你？这个人是不是你啦？有关113年3月31日1时35分许，在本市大里区仁化路有一名外送员骑士，在等候取单时因机车钥匙未把，导致机车遭陌生男子趁机骑走。经检方调阅沿线路口监视器，于本日10时许在大里区仁爱路公园查获严禁窃嫌到案，并循线在台中龙总附近寻获该车，全案依窃盗罪嫌将严禁嫌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车辆停妥后一定要熄火上锁，并妥善保管钥匙，避免让不孝人士有机可乘。